角度不错哦。是军国的问题。要紧是哎这段舞蹈叫做弹簧舞水波舞水波舞非常弹簧兄弟蹦蹦跳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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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来了，君君，君君在前一阵子造成那个整个社会的大波动，就是大家所有的奇怪，不管手机也好，电脑也好，荧幕都是你洗版的哦，厉害厉害，恭喜恭喜！请问您的身高是160公分，160公分，哇塞，还行吧，太好，可以可以，非常棒非常棒。那三围是，32。25、35，这第一就讲出来了，对，很害羞，对不对？这有什么好客气的？对，请问您星座是？牡羊座。哎，我有，牡羊座。你们这个拉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牡羊座？牡羊座比较俏皮啊。哦，比较可爱，可爱可爱，开朗，比较波动，对，而且比较波动。牡羊座是这样，牡羊座是对朋友超好，大，对，你们对朋友都会很好。那怎么自己怀疑呢？高兴，真的假的？所以你昨天才把朋友打一顿的。一般呢，牡羊座跟他们交朋友，他们会对朋友很好，是。但是谈起恋爱来呢，哎呦，哦，就比较执着一点了，就比较硬派。硬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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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爆红的原因就是一个球衣，请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球衣怎么会这样子合身？是在哪一家西服店这样子定制？西服店做内衣应该不？怎么就你的有腰身？哪个人谁？这其实最大问题应该是都有腰身，最大问题就出现在球衣上面。对啊，对，就是我们今年的球衣做的比较合身一点，很好，所以大家的太好了，弹性也比较好。我们要为球队经理掌声鼓励啊！再前一点，对不对？球队战绩要好，拉拉队衣服要紧，是，对不对？这一段影片哦，真的是太慢才流出来，因为已经年底了，球赛都快打完了。如果在球季才刚开始，每一场爆满，我跟你讲，对，对不对？下午4点已经满了。还没看，太练习，看练习。是，我跟你讲，这一段 VCR 我给各位爆料，我们都看过。那我们的来源是谁呢？
阿翔。因为阿翔喜欢运动中棒，他是棒球，他是永远的二垒手，是不是？对，哦，不是永远二垒手，我的绰号是黄金二垒手，这个要讲清楚。而且我说真的，我从小到大就是兄弟象的球迷。哎呦，真的假的？真的，这是真的，你们都有在球场看吗？有在球场看过。是哦，那你对兄弟象一定很了解了。兄弟象非常了解。兄弟象第一任的总教练是。我知道是曾继恩，棒球先生嘛，他已经超越棒球先生，不是，他是教官，教官，对对，教官，教官，教官，你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这一题，哎，来，教官，他父亲叫什么名字？谁知道？曾继恩，各位知道。好的，各位，我们先来看那段影片。感染力好强哦！对啊，学会了吗？学会了。这段舞蹈叫做弹簧舞。水波舞，水波舞，非常弹簧。兄弟蹦蹦跳，什么兄弟那两个字？所以说这段影片真的是，我跟你讲，帮球队真的很大的忙。好活泼的兄弟，现在是单身吗？我们要请教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附近的。附近喜欢什么样类型？聪明的。聪明的。聪明的。长相要走什么样的方式？对对对。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很瘦的。我不喜欢太瘦，我不喜欢太瘦。那有些人喜欢很胖的，也没有，适中就好了。适中，适中就好。Okay. 那你喜欢那种脸看起来娘娘的吗？不喜欢。啊、你没有。我娘娘，我就画这么帅娘娘。你转身一个最 man 的脸给我们看一下，预备，一二三，好娘。秀气秀气秀气嘛，书生他算帅的吗？他算。对，帅不是我的菜，但是是帅的。OK， 委婉的打枪了，对啊，哎，讲得好，讲得好，我有点开心，但是痛。你看右边这两位，你说一定要选吗？不是，你稍微形容一下，稍微形容一下，就是看起来人很好，我们人很坏，不会，个性很差，长相算在你的帅气程度里面来讲，算是普通的吗？顺眼就有机会，顺眼都是好朋友，是对，都是好兄弟。不过这段影片爆红啊，当然了，但是对你来讲，你会不会有一些困扰？只有第一天的时候，怎么样？第一天的时候，因为我刚好要。去看牙医，我就是平常出门都是搭捷运，所以我那天在捷运上就一直不敢抬头，因为你们也知道坐捷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滑手机，对，是，就我很怕他们一就是抬头，然后看到这个人主角本人，对，这样看看有点眼熟，嘿，梦想成真，尴尬，许愿成真。